什么飞机啊？什么火箭啊？还有吗？啊，现在送的荧光棒还有没有啊？今天努力一下，看能不能天空像 GDP 呢？喜欢酱酱的话就帮帮忙，奖励一下自己，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，爸爸，上我们吧，爸爸，真的很不巧。真的吃不下，爸爸，就支持一下酱酱吧。只能依偎在爸爸的怀里啊，我是不是你的乖女儿了？是不是你的乖女儿了？过到4点的话，那我可能5点才能吃饭哦。我当早饭吃了。喜欢酱酱的话，可以支持一下哦。先等一个3点钟哦。几点下播？3点。すごいね、すごい。だよ。睡着的话，吃药就睡着了。感觉酱又瘦了，我是瘦了很多，但是我有肉的地方还是有肉。其他地方再瘦，有肉的地方还是有肉的。有肉的地方还是有肉。我觉得现在刚好，现在刚好嘛，那就行啊，那就行哦，那就行。有点困了吧？有点困，我吃那个药，感觉就是每天都很困。是的。
听什么坚强，都已经讲完了。
上灯吗？伤心一下哦，你等去听冰上，听冰上，你等去听冰啊，听冰。还有没有哥哥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哦？就是多挣一点哦，大家如果喜欢讲讲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哦，绝对不用亏待你们的哦。绝对不用亏待你们哦。有点困了，还有没有哥哥刺激一下的？送个飞机啊，送个火箭啊，哥哥，为什么不准考啊？鼻子干干的，还有没有刺激一下的？没有想过。我眼睛，我家猫睁着一只眼睛，一大一小的，啊啊啊！没有想过，多近一点啊！还有没有跟亲戚想的？啊啊！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啊！小浩哥呢？已经走掉了。小浩哥，小浩哥已经走了。乖儿子，你就送一个飞机啊！看你很想要啊，就送一个飞机吧，绝对让你满意哦，就送一个吧。
原来如此啊。就送一个飞机吧。就送一个吧。支持一下哦，支持一下姐姐哦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姐姐，怎么啦？不愿意支持姐姐吗？好像都已经没什么人了，我很想参加，但是直播间不让，直播间不让啊，怎么参啊？欢迎臭狗啊，欢迎臭狗，哦，哦。欢迎臭狗。嗯，好久居然就这么结束了。就是啊，就是就是有讲我，就是就是。直播间的话，怎么可以呢？什么叫来几句不闪人的语气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不闪人的语气啊？啥叫不闪人？嗯，嗯，哎呀，我说我今天怎么那么丑？操，原来是没有画鼻子。我说我今天怎么那么丑呢？原来我忘记画鼻子了。今天有点大，大就完事了。差点淡出粉丝团，但谁的？哼，但别的女人的粉丝团，哼。吃醋了，吃醋了，但别人的粉丝团吃醋了，吃醋了，居然带别的女人的粉丝团吃醋了。居然不带家长粉丝团，我吃醋了，我吃醋了，居然带别人的粉丝团，
今天我吃醋了，吃醋，删掉，吃醋，吃大醋，吃大醋。怎么看你的？吃醋。哇，四哥怎么还不睡觉啊？啊？哇，四哥怎么还不睡啊？懂点事，我可没这样说，因为我感觉应该是没人送我，因为直播间的话都没人了呀，直播间都没什么人了。嗯，今天送的荧光棒，吃醋了。直接咔一下，药一吃，直接昏睡了。等我醒来，应该就是早上了。嗯，直接大睡特睡，直接昏迷到，直接昏迷到3月1号。嗯，还有没有想抽一抽？不饿了都。你们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的话，显然是早上吧，应该是吧？如果说，应该是，嗯，哎呀。奶要给你们放大一下，是00后吗？我是，我是00后，我03年。
极享受，哥哥，送一个就知道了，挺极享受，挺极享受啊，挺极享受。诶，柳望哥，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？嗯，你不是已经问过了吗？天天问来问去的，也不送啊。问来问去，不知道在问什么。是男人就冲啊，是男人就冲。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飞机火箭掏出来哦！喜欢江江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哦。怎么这么暗啊？还有没有支持一下的？还有没有想支持一下的哥哥？你要说礼的话也不算礼吧。臭弟弟喜欢吃梨吗？还是喜欢吃沙肉啊？还有没有想送一送的？送个飞机啊，送个火箭啊。
姐姐都快要爆炸了，就你还在一言不发。姐姐都要爆炸了都，请跟姐姐爆炸吗？啊！还有没有想冲一冲的？冲弟弟呢？还不快点冲一冲？送个飞机啊！怎么还价哦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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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还有没有哥哥支持一下的？还有没有哥哥支持一下？送个飞机啊，送个火车。没有了吗？哎呀，看来真的没有人了呀，没有想消费的哥哥。口罩拿不下来。口罩拿不下来啊，拿不下来。当然有啊，都是用眼睛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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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有了，都是用眼睛看的，都是用眼睛看的。喜欢的话可以冲一冲哦。送一送的，其实也还好啊。其实也还好吧。不知道啥时候啊，四点钟，还有没有想冲一冲的？有，想冲一冲的哥哥，送个飞机啊，送个黄金。我这好紧啊。加班了今天，是啊。这两天每天都在加班啊。每天都在加班呢。喜欢江姐的话可以冲一冲哦。喜欢江姐的话可以冲一冲。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。
那就知道了。那就知道了，刚刚都是用眼睛看的，喜欢的话可以送一送，这个东西它刚才挡住了我的锁骨，还有没有哥冲一下的？冲一个吧，都已经三点半了，肯定也睡不着了。冲一冲就睡着了，冲一冲就睡着了，宝宝。就差两个飞机了，有没有哥哥帮一下的？这样就差两个飞机了，帮一下，吧，哥哥。帮一帮酱酱啊，谢谢我九九哥哥的飞机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九九哥哥的力量，谢谢九九哥哥的大飞机哦。还有没有？哥哥？还有没有想冲一冲的？约定了对自己好一点哦，这样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哦，绝对不会哦，亏待你的，知道吗？这会给你更多的幸福哦。就会给你更多的幸福啊！哎呀，这个衣服这样一搭拉的话，就有点低俗。敞开的话，有点低俗了啊，很低俗，妖艳贱货穿的，太低俗了。再配上这个身材。啊，好低俗啊！哥哥，真低俗。这身材好低俗，怎么什么都有啊？怎么什么都不缺啊？真低俗。好低俗，你们是会说的，太会说了，还有没有哥想送一送的？我们九九哥已经上车了，还有没有哥想上车的？大晚上的，反正你也睡不着。我肩口罩的话，你敢看吗？我肩口罩的话，怕你不敢看哦。
没有想冲一冲的，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。想冲的话就抓紧啊，这样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，兄弟们，绝对不会啊，绝对不会，你们送了就知道了，特别是二月，特别是二月，特别是二月，喜欢江姐的话直接送个飞机哦，送个火箭哦，顶级享受，顶级享受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有分的，十一月、十二月、十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。先是二月的话，那就是，对呀、啊，二月。马上三月要来了，一步到位，哥哥，一直有，一直有了，一步到位了，哥哥，直接一步到位了，不跟你扯犊子哦，真的是一步到位啊，一步到位，嗯。直接一步到位了啊，一步到位了。大虎哥哥，支持一下吧，直接一步到位啊。哎，你不能这样说啊。嗯，二月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啊。四哥，真的，阿四哥，你今天是不是休息啊？几点下播？四点钟啊，四点钟，还有没有哥哥送一送的飞机、火箭啊？如果有个火箭的话，就更好了。帮酱酱这个月提升了 GDP 啊，还有没有哥哥支持一下的？喜欢酱酱的话，一定要送一送哦。一定要送一送，一定要送一送啊！一定要送一送。现在是谁还在这么大晚上努力啊？哦，原来是一教先生，还在这么卖力啊？是哪个人还在大晚上不睡觉，还在卖力的直播哦？是我啊，一教先生。我们就等在混哥哥的大火箭好不好？在混哥哥，大家都等你的大火箭了。你刚才问大火箭的话，大家都在等你的大火箭了。大家都在等你的大火箭了。舅舅饭都没吃哦，就等你的大火箭了。太努力，太想进步了，是啊，挣钱难啊，挣钱难。
想关上啊。喜欢的话一定要支持一下哦，支持一下。我们的赞魂哥哥呢？赞魂哥哥，欢迎大王，大王，你们怎么都没睡，还是都睡醒了？你们的睡眠状况真的是啊。讲讲最近的睡眠状况，已经好了很多，有点嗜睡直播啊，哥哥，直播，直播啊，直播，直播啊，直播啊，直播，还有没有哥哥送一送啊？送一送的，先送的赞。紧播，紧播。
冲一冲的，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啊。哎呀，没人了，哎呦，没人了是不是？臭弟弟哦，真是个臭弟弟，真是个臭弟弟哦，都没人了。呀，谢谢我收下我的金飞机，阿里嘎多。我肉夹馍哥，我就知道肉夹馍哥哥会出手，很感动。你怎么会有金飞机啊？你送一个飞机，送一个火箭，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姐姐不骗你啊，谢我肉夹馍。你送一个飞机，送一个火箭，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真的，原来是这样。声声响的哥哥，他绝对不会想睡觉了，知道吗？如果是声声响的哥哥，绝对不会想睡觉，这样会好看一点。这样的话，我的锁骨就露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软软的，你说值不值啊？这样的话就好看。是不是好看很多了？是不是好看很多？还是这样好看一点？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变胖了？感觉很又瘦又肉的那种感觉。又瘦又肉的那种感觉。我才不叫呢，腿起码180，什么身高180啊？还是我体重180？我体重180了啊？体重180啊？搞什么啊？是我体重180？乱讲，怎么可能体重180啊？你说我腿长啊？我一直在直播啊，我今年没有摆烂过，一直在给大家直播。直播，你有没有认真看我直播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啊？臭弟弟哦，臭弟弟。
没用的东西啊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啊，啊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啊。准点下班，兄弟们。贱狗，死狗，贱狗，臭狗，死狗，贱狗，臭狗。嘿，对。哦，对呀，你们不送飞机火箭，我肯定睡呀，要睡了。马上就要下班了，兄弟们。还有没有想冲一冲的？不真好装哦。喜欢的话就送个飞机哦，送个火箭哦。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，要倒计时啊。能看倒计时会有飞机出来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啊，特别哦，特别。别这样，求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还有送一送吧，还有最后14分钟了。你送个飞机，送一个火箭，就知道为什么不穿口罩了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穿口罩了，知道吧？就知道为什么酱酱不穿口罩了，是有说法的，有说法的。这样勾引你啊，你越不让就越要，为什么？等着你哥哥来探索啊。哥哥想知道吗？想知道的话就来探索。你们不相信我啊？我都说的明白了，而且我直播间，而且我直播间也很有诚意的，对不对？也很有诚意啊！一个飞机假扮啊，不假了，宝宝，马上都快五点了，还假扮啊？4点，然后一个飞机加班到5点车，不要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嘛，4点已经是极限了，哥哥，极限已经是极限了。还有没有想送一送的？极限啊，哥哥，极限啊，到头了，马上就到底了，马上就到底了，再快一点哦，再快一点啊，再快一点啊，五哥。再快一点，
真快点，不够，不够，再快一点！哎，这样哥哥又跳出来了，打火枪呢？打火枪呢？打火枪，送一个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，哥哥。送个飞机啊，送个火箭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啊？直接引不到位了，哥哥。哥奶奶不想引不到位吧？嗯，你也想看？你看到大结局了？柯南什么时候大结局了？我怎么知道柯南已经大结局了？柯南什么时候大结局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调皮啊！真调皮啊！真大结局，热搜都得上个好几天。嗯，热搜都得上个好几天啊。嗯，广而告之啊。哎呀。还是没有消费的哥哥了，臭弟弟啊，臭弟弟啊！嗯，还有没有哥哥冲一冲啊？嗯，没有了吗？真的没有了？嗯，还有没有想冲动送一送的？真的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？啊？真的没有了吗？真的没有了吗？真的没有了？不会吧？真的没有了吗？手都在颤抖。真的没有了吗？真的没有了？哥哥呢？
刚刚都去哪了呀，哥哥？哎呀，你干嘛嘿嘿哟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哥都睡了吧？都没有了吗？都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都没有好哥哥了，睡觉。没有好哥哥了吗？哥哥，哎呀，我操，我相机过热了都，这都关机了。我相机都顶不住了，就是这女的太骚了，这女的太骚了，这女的太骚了，直接关机了。还有没有哥哥冲一冲啊？一般的都不想冲，一般的不想冲。我先走一步了，啊，那行啊。那真没有啦！哎呀，你们这些混蛋啊，混蛋！混蛋，哼，混蛋，都不送礼物，混蛋！呸呸呸呸！下课了哦，下课了。但是也不会轻扰你们的。哎呦，但是也不会轻扰过你们哦。四分钟了，还有没有哥哥送一送啊？我们决战到天亮。什么播？没有录播呀、没有录播的。但这没有录播，我这个录播能放吗？只能给你们偷偷听啊。我这录播能放吗？你们说说看能放吗？能放，你睡觉前得关掉哦。我都昏迷了，我早就已经昏迷了都。我都昏迷了都。杀戮啊，下播之后就昏迷打王者。不是不是不是打王者，没开啊。还有两分钟啊，没开，我只是上来领个金币。啥段位啊？他妈的，这灵虫的。心有心有意啊，心有意。心有意啊，心有意。我得吃饭啊，心有意啊，心有意。
116段射手能带你吗？不需要带哦，我就是王，带个屁。主播玩什么英雄啊？奶妈，蔡文姬。主玩蔡文姬啊，主玩蔡文姬啊，就喜欢玩蔡文姬啊。啾啾啾啾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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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子英雄。那为什么把把扮混子英雄啊？为什么把把扮我这个蔡文姬啊？谁拿到蔡文姬这把就直接稳了，兄弟们，直接禁掉。好了，不跟你们扯皮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主播在干什么？主播们跟你们唠完嗑吗？下播了。最喜欢的宠物是阿点，对对对，最喜欢的宠物是阿点。我给你们模仿一下安琪拉，好吧？安琪拉。安琪拉，我需要你带啊！啊，我自己就是战神啊！姐需要你带吗？啊，乐色，乐色，知道吗？乐色，真是个乐色！我记得安琪拉没这么骚。臭屁啊！行了，溜了。我就是战神，我需要你带吗？嗯、啊，看不起谁呀、啊，弟弟？嗯、啊，看不起谁呀、啊，弟弟？姐姐要你带。哎，是的，齐飞。是的，哥哥，要送吗？要送吗？哎呀，哥哥。送一个吧，齐飞哥，送一个吧。没有啊，我在等齐飞哥哥的飞机哦。哥哥，送一个吧，哥哥。哪种飞机啊？就有两种，都可以的，要好看的，哥哥，要好看的那种。嗯，我要好看的，我要有那种有特效的。哥哥要送吗？瞬间进入状态，哥哥送一个吧，哥哥，送一个，哥哥送一个。佳佳还会跳大摆锤呀、啊！送一个哥哥，齐飞哥，哎，齐飞哥，就等你的火箭了啊，不是，就等你的飞机了，齐飞哥，齐飞哥呢？不会是诓我的吧？齐飞哥，我看有两种。哎，我齐飞哥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准备充值。中计了，可能正在充值。齐飞哥，我要散播我的魅力了，吓跑了，这还不错啊！齐飞哥，齐飞哥，
享受的享受，拉住我，十指相扣，拉住，谢谢我齐飞哥，谢谢我齐飞哥的飞机啊，谢谢齐飞哥，大气，谢谢齐飞哥。坐下了，浑身都是戏啊，太做作。他们说做主播就要这样掰扯好久，只能送这种基础飞机啊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基础飞机啊。找一下那个扣一的，找一下扣一的，还有没有想送一送的？你有没有想送一送骗？兄弟们，这样是有诚意的，怎么叫做骗呢？啊，送个飞机，送个火箭，佳佳不骗人啊，不骗人的，真的不骗人啊。从哪里看出来我像是骗人的人啊，真是的。完了，还有没有人送啊？没有的话我这样真的下班了。就喝点汤汤水水啊，喝点汤汤水水。那我下播了，干活去了，吃饭去了。这样去吃饭了，下播了，晚上再见啊。晚安啊，早点休息啊。什么点位开大招？点位怎么开大招？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晚安哟。兄台留步，怎么说？我敏锐的感察觉到，哎，我们那个哥呢？找一下扣一的齐飞哥，找一下扣一的，找一下扣一的。齐飞哥怎么还没来啊？想送的话抓紧时间送啊，对，直播，想送就抓紧时间送啊。哎呦，这手怎么破皮了？我不行的，我这人很侥幸心理的，我要加钟，怎么个加钟法呢？你主动啊，你找一下那个扣一的啊。你得主动啊，哥哥，主动一点，找一下刚才扣一的，找一下扣一的，臭儿子啊，臭儿子。今天一天到晚的不做正事啊，把飞机火箭给妈妈交出来，妈妈都要看你这臭儿子啊，妈妈倒是要看你这臭儿子啊，来了，谢哥哥支持啊，谢哥哥支持。还有没有想送一送的臭弟弟啊？还有吗？
还有吗？还有没有臭弟弟想送一送的？嗯，看来是没有了，只留下一群狗孩之人。好了，那我下播了，早点休息啊，吃饭去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饿，不过为了这个维持这个生命啊，还是要吃饭。嗯，维持生命还是要吃饭啊，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见哟，拜拜。明天见哦，明天见哦。